建哥，那是不是简单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游戏？哇，厉害了！这一款策略游戏总共有十个文明，然后有各大英雄领袖凯撒啦，啊，这个秦始皇啦、啊、萨拉丁啊、圣女贞德啊等等。你看我最喜欢的秦始皇，他一统天下，车同轨，书同文。你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明英雄加入他的联盟，跟盟友一起来攻城略地，建立王国，一统天下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热血的事情，听起来就非常热血哦。那如果是不喜欢打打杀杀的玩家，在游戏里面可以玩些什么？不喜欢打架的玩家也可以种种地啊，建建房子啊，对不对？做一些主线的一个剧情。所以我保证这是一款适合所有类型玩家的 SLG 游戏。全球大战现在开干！